hey, 小朋友们，让我们看看 Johny 在干什么。Johny Johny 是爸爸，吃糖吗？不爸爸，撒谎吗？不爸爸，张开你的嘴，哈哈哈。Johny Johny 是爸爸，吃糖吗？不爸爸，撒谎吗？不爸爸，张开你的嘴，哈哈哈。Johny Johny 是爸爸，吃糖吗？不爸爸，撒谎吗？不爸爸，张开你的嘴，哈哈哈。Johny 是不是个淘气的小孩？嗨，我是宝贝火车，我在轨道上行驶，乘客们可以坐在里面到很远的地方旅行，我也能把货物从一个地方运载到另一个地方。让我们去见识一下其他的运输方式。看，有一辆小汽车。嘿，宝贝，我正要去野餐，待会儿见，宝贝。看，孩子们，那是一辆警车，你是做什么的？警车先生，警察们正坐在车上去抓小偷，与不公正做斗争是一项勇敢的工作。消防车，你这么急匆匆的去哪儿？有人被困在大火中，我正要去帮助消防队员解救他们。看，来了一辆救护车，我正要送病人和伤员去医院。你正在做什么？垃圾车，我正在收集垃圾。看那边，是铲车和推土车。嘿，朋友们，你们在忙什么？嘿，宝贝，我在帮助铲车移动障碍物。嘿，宝贝，我正帮着装卸。干得好，各位。看，直升机飞走了。再见，宝贝。嗨，拖车，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拖走湿式和抛锚的汽车。孩子们，我希望你们认识不同的运输方式，很有趣。大家好，多么美妙的一天，让我们今天去农场。宝贝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看到农场有好多鸭，咿呀咿呀哦。这边嘎嘎叫，那边嘎嘎叫，这边嘎，那边嘎，到处都嘎嘎嘎。宝贝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宝贝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看到农场有好多马，咿呀咿呀哦。这边嘶嘶叫，那边嘶嘶叫，这边嘶，那边嘶，到处都嘶嘶嘶。宝贝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宝贝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看到农场有好多牛，咿呀咿呀哦。这边哞哞叫，那边哞哞叫，这边哞，那边哞，到处都哞哞哞。宝贝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宝贝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
看到农场有好多猪，咿呀咿呀哦，这边哼哼叫，那边哼哼叫，这边哼那边哼，到处哼哼哼，那边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宝贝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看到农场有好多鸡，咿呀咿呀哦，这边咯咯叫，那边咯咯叫，这边咯那边咯，到处咯咯咯，宝贝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宝贝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看到农场有好多羊，咿呀咿呀哦，这边咩咩叫，那边咩咩叫，这边咩那边咩，到处都咩咩咩，这边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宝贝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看到农场有好多狗，咿呀咿呀哦，这边汪汪叫，那边汪汪叫，这边汪那边汪，到处都汪汪汪，宝贝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宝贝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看到农场有好多猫，咿呀咿呀哦，这边喵喵叫，那边喵喵叫，这边喵那边喵，到处都喵喵喵，宝贝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再见孩子们，希望你们开心。大家好，你见过火车爸爸的全家吗？来看第一个手指，爸爸火车。爸爸手指，爸爸手指，你在哪儿？我在这，我在这，你还好吗？这是第二个手指，妈妈火车。妈妈手指，妈妈手指，你在哪儿？我在这，我在这，你还好吗？第三手指是哥哥火车。哥哥手指，哥哥手指，你在哪儿？我在这，我在这，你还好吗？第四手指是姐姐火车。姐姐手指，姐姐手指，你在哪儿？我在这，我在这，你还好吗？最后的手指是宝宝火车。宝宝手指，宝宝手指，你在哪？我在这，我在这，你还好吗？是不是超开心？让我们再检查一遍。宝宝手指，宝宝手指，你在哪？我在这，我在这，你还好吗？这是第二个手指，妈妈火车。妈妈手指，妈妈手指，你在哪儿？我在这，我在这，你还好吗？第三手指是哥哥火车。哥哥手指，哥哥手指，你在哪儿？我在这，我在这，你还好吗？第四手指是姐姐火车。姐姐手指，姐姐手指，你在哪儿？我在这，我在这，你还好吗？最后的手指是宝宝火车。宝宝手指，宝宝手指，你在哪？我在这，我在这，你还好吗？这太棒了，下次再见。嗨，孩子们，我是宝贝。今天我们来学习字母表。 A 是第一个我们要找的字母，让我们出发去找 A。 孩子们，你们看到 A 了吗？它藏在路灯后面。宝，嘿，宝贝。 A， 你愿意加入我吗？是的，宝贝。
你在上面做什么？我正在找你，然后你就来了。看，孩子们，蜥在那儿，他似乎正要去那儿。嗨，宝贝。嗨，蜥，你去哪儿？我正要去公园。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好的。弟，你在树后面干什么？我在玩捉迷藏。你愿意加入我们的有趣旅行吗？是的。嗨，E，你好吗？你想加入我们吗？嗨，宝贝，我很好，谢谢。是的，我很愿意加入你们。孩子们，那是什么？我的天啊，是 F。 嗨，宝贝。嗨，G，你去哪儿？嗨，宝贝，我正要去见 H， 一起来。嗨，H。 嗨，宝贝。G， 让我们加入宝贝。好的。孩子们，接下来的字母是 I 和 G。 我们正在等巴士，他将带我们去漂浮岛。我也正要去漂浮岛，你们俩加入我们吧。孩子们，看 K， 他在荡秋千。宝贝，我能加入我的朋友们 I 和 G 吗？是的。太好了，等等我，我也想来。嗨， M， 你在做什么？嗨，宝贝，我正要回家，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好的，呀呼。嗨，恩，嗨，欧，嗨，宝贝，嗨，宝贝。嗨 ，P Q 在哪儿？喂，宝贝，我正在找 Q， 你能帮我找到 Q 吗 ？Q 在那儿，正躲在房子后面。孩子们看，那边是 S。嗨，宝贝，我正在等儿。嗨，宝贝。嗨，T，你要去哪儿吗？哎，宝贝，我要去城里见 U 和 V。让我们一起去见 U 和 V 吧。嗨，U 和 V， 你们愿意和我去见 W 吗？是的，我们也要去见 W， 让我们一起去。嗨 ，W。 喂，宝贝，我正在等我的朋友们 T、V 和 U， 你看到他们了吗？是的，他们在车上，你为什么不加入他们呢？好的，呜呼。看看我的朋友们，我们也可以加入吗，宝贝？是的 ，X、Y 和 Z。这太有趣了，下次见。孩子们，你们想参加一次颜色旅行吗？那就单脚跳吧。
黄色，我就像太阳，黄色黄色，我就像太阳。紫色紫色，我就像葡萄，紫色紫色，我就像葡萄。蓝色蓝色，我就像天空，蓝色蓝色，我就像天空。白色白色，我就像云朵，白色白色，我就像云朵。快来乘上这列颜色火车，看看鲜艳的颜色。快来乘上这列颜色火车，加入颜色的旅行。绿色绿色，看看这些树，绿色绿色，看看这些树。红色红色，看看这些花，红色红色，看看这些花。橙色橙色，看看这房子，橙色橙色，看看这房子。粉色粉色，看看这鞋门，粉色粉色，看看这鞋门。快来乘上这列颜色火车，看看鲜艳的颜色。快来乘上这列颜色火车，加入颜色的旅行。希望你们喜欢这次颜色旅行，下次见。嗨，我是波贝，我想帮你们学习数字，让我们来数数我车上的物品。一辆厢式车，一，嗨，一，嗨，宝贝。两块手表，一二，你好，二，嗨，宝贝。三只虎，一二三，嗨，三，有什么事，宝贝？四个太阳，一二三四，又四，我希望你一切都好。五把伞，一二三四五。嘿五，嘿宝贝。六个橙子，一二三四五六，嗨六，你还好吗宝贝？七个苹果，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好七，很高兴见到你宝贝。八顶帽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嗨八，嗨宝贝。九个棒棒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嘿九，你好宝贝。十个气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嘿十，很高兴见到你宝贝。让我们再来数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是形状火车，呜呜呜，我是形状火车。圆形先生，圆形先生，你是多么圆又圆，你可以地上滚，你可以到处滚。圆形先生，圆形先生，你是多么圆又圆，你
可以地上滚，你可以到处滚。黄星先生，黄星先生，早上好，你好吗？当心你的四条辫，还有你的四个脚。黄星先生，黄星先生，早上好，你好吗？当心你的四条辫，还有你的四个脚。三角形先生，三角形先生，你像一个金字塔，为什么你不上火车像方先生一样？三角形先生，三角形先生，你像一个金字塔，为什么你不上火车像方先生一样？星星先生，星星先生，你在天空眨呀眨，你的朋友出现在夜晚，非常非常高。星星先生，星星先生，你在天空眨呀眨，你的朋友出现在夜晚，非常非常高。长鼻子先生，长鼻子先生，你也愿意加入吗？我的车厢非常舒适，形状就像你。长发型先生，长发型先生，你也愿意加入吗？我的车厢非常舒适，形状就像你。椭圆形先生，椭圆形先生，早上好，你好吗？看伙伴们都上了车，你也来加入吧。椭圆形先生，椭圆形先生，早上好，你好吗？看伙伴们都上了车，你也来加入吧。再见，孩子们。让我们来认识动物。大象、熊猫、长颈鹿、猴子、狮子、老虎、绵羊、猪、奶牛、狗。让我们来认识水果。苹果、梨子、葡萄、芒果、香蕉、番荔枝、橙子、樱桃。让我们来认识颜色。红色、蓝色、黄色、绿色、橙色、紫色、粉红色、
黑色、白色、灰色。让我们来认识交通工具：飞机、厢式车、自行车、救护车、小汽车、火箭、船、消防车、出租车。Tomato, carrot, capsicum, eggplant, mushrooms, potato, broccoli.Cucumber. Ba. Jiu. Shi.我是形状火车，呜呜呜！我是形状火车。圆形先生，圆形先生，你是多么圆又圆，你可以地上滚。你可以到处滚，圆形先生，圆形先生，你是多么圆又圆，你可以地上滚，你可以到处滚。黄星先生，黄星先生，早上好，你好吗？当心你的四条辫。还有你的四个脚，黄星先生，黄星先生，早上好，你好吗？当心你的四条辫，还有你的四个脚。三角形先生，三角形先生，你像一个金字塔，为什么你不上火车，像方先生一样？三角形先生，三角形先生，你像一个金字塔，为什么你不上火车，像方先生一样？星星先生，星星先生，你在天空眨呀眨，你的朋友出现在夜晚，非常非常高。星星先生，星星先生，你在天空眨呀眨，你的朋友出现在夜晚，非常非常高。长鹏星先生，长鹏星先生，你也愿意加入吗？我的车厢非常舒适，形状就像你。长方形先生，长方形先生，你也愿意加入吗？我的车厢非常舒适，形状就像你。
圆形先生，椭圆形先生，早上好，你好吗？看伙伴们都上了车，你也来加入吧。椭圆形先生，椭圆形先生，早上好，你好吗？看伙伴们都上了车，你也来加入吧。再见，孩子们，让我们来认识动物。大象、熊猫、长颈鹿、猴子、狮子、老虎、绵羊、猪、奶牛、狗。让我们来认识水果。苹果、梨子、葡萄、芒果、香蕉。看看我的朋友们，我们也可以加入吗，宝贝？是的 ，X、Y 和 Z。这太有趣了，下次见。孩子们，你们想参加一次颜色旅行吗？那就单脚跳吧。黄色黄色，我就像太阳，黄色黄色，我就像太阳。紫色紫色，我就像葡萄，紫色紫色，我就像葡萄。蓝色蓝色，我就像天空，蓝色蓝色，我就像天空。白色白色，我就像云朵，白色白色，我就像云朵。快来乘上这列颜色火车，看看鲜艳的颜色。快来乘上这列颜色火车，加入颜色的旅行。绿色绿色，看看这些树，绿色绿色，看看这些树。红色红色，看看这些花，红色红色，看看这些花。橙色橙色，看看这房子，橙色橙色，看看这房子。粉色粉色，看看这些门，粉色粉色，看看这些门。快来乘上这列颜色火车，看看鲜艳的颜色。快来乘上这列颜色火车，加入颜色的旅行。希望你们喜欢这次颜色旅行，下次见。嗨，我是波贝，我想帮你们学习数字。让我们来数数我车上的物品。一辆厢式车，一，嗨，一，嗨，波贝。两块手表，一二，
你好二 Hi Bobby 三只虎一二三 Hi 三有什么事 Bobby 四个太阳一二三四又四我希望你一切都好五把伞一二三四五嘿五嘿 Bobby 六个橙子一二三四五六嗨六你还好吗 Bobby 七个苹果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好七很高兴见到你 Bobby 八顶帽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嗨八嗨 Bobby 九个棒棒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嘿九你好 Bobby 十个气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嘿十很高兴见到你 Bobby 让我们再来数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他藏在路灯后面不嘿伯伯哎你愿意加入我吗是的伯伯你在上面做什么 B 我正在找你然后你就来了看孩子们西在那儿他似乎正要去那儿嗨波贝嗨 C 你去哪儿我正要去公园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好的D 你在树后面干什么我在玩捉迷藏你愿意加入我们的有趣旅行吗是的嗨 E 你好吗你想加入我们吗嗨 Bobby 我很好谢谢是的我很愿意加入你们孩子们那是什么我的天啊是 F 嗨 Bobby 嗨 G 你去哪儿嗨 Bobby 我正要去见 H 一起来嗨 H 嗨 Bobby G 让我们加入 Bobby 好的孩子们接下来的字母是 I 和 G 我们正在等巴士他将带我们去漂浮岛我也正要去漂浮岛你们俩加入我们吧孩子们看 K 他在荡秋千宝贝我能加入我的朋友们 I 和 G 吗是的太好了等等我也想来嗨 M 你在做什么嗨宝贝我正要回家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好的呀呼嗨人嗨哦嗨波贝嗨波贝嗨 P K
在哪儿？喂，波贝，我正在找 Q， 你能帮我找到 Q 吗？ Q 在那儿，正躲在房子后面。孩子们看，那边是 S。 嗨，波贝，我正在等儿。嗨，波贝。你看 T， 你要去哪儿吗？哎，宝贝，我要去城里见 U 和 V。 让我们一起去见 U 和 V 吧。嘿， U 和 V， 你们愿意和我去见 W 吗？是的，我们也要去见 W， 让我们一起去。嗨 W。 喂 Bobby， 我正在等我的朋友们 T、V 和 U， 你看到他们了吗？是的，他们在车上，你为什么不加入他们呢？好的，呜呼。二辆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看到农场有好多猪，咿呀咿呀哦，这边哼哼叫，那边哼哼叫，这边哼那边哼，到处哼哼哼。二辆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看到农场有好多鸡，咿呀咿呀哦，这边咯咯叫，那边咯咯叫，这边咯那边咯，到处都咯咯咯。二辆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二辆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看到农场有好多羊，咿呀咿呀哦，这边咩咩叫，那边咩咩叫，这边咩那边咩，到处都咩咩咩。这边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二边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看到农场有好多狗，咿呀咿呀哦，这边汪汪叫，那边汪汪叫，这边汪那边汪，到处都汪汪汪。二辆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二辆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看到农场有好多猫，咿呀咿呀哦，这边喵喵叫，那边喵喵叫，这边喵那边喵，到处都喵喵喵。二辆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再见，孩子们，希望你们开心。大家好，你见过火车爸爸的全家吗？来看第一个手指，爸爸火车。爸爸手指，爸爸手指，你在哪儿？我在这，我在这，你还好吗？这是第二个手指，妈妈火车。妈妈手指，妈妈手指，你在哪儿？我在这，我在这，你还好吗？第三手指是哥哥火车。哥哥手指，哥哥手指，你在哪儿？我在这，我在这，你还好吗？第四手指是姐姐火车。姐姐手指，姐姐手指，你在哪儿？我在这，我在这，你还好吗？最后的手指是宝宝火车。宝宝手指，宝宝手指，你在哪？我在这，我在这，你还好吗？是不是超开心？让我们再检查一遍。
爸爸手指，爸爸手指，你在哪儿？我在这，我在这，你还好吗？这是第二个手指，妈妈火车。妈妈手指，妈妈手指，你在哪儿？我在这，我在这，你还好吗？第三手指是哥哥火车。哥哥手指，哥哥手指，你在哪儿？我在这，我在这，你还好吗？第四手指是姐姐火车。姐姐手指，姐姐手指，你在哪儿？我在这，我在这，你还好吗？最后的手指是宝宝火车。宝宝手指，宝宝手指，你在哪？我在这，我在这，你还好吗？这太棒了，下次再见。嗨，孩子们，我是宝贝。今天我们来学习字母表。 A 是第一个我们要找的字母，让我们出发去找 A。孩子们，你们看到 A 了吗？嘿，小朋友们，让我们看看 Johny 在干什么。 Johny Johny 是爸爸，吃桃吗？不爸爸，撒谎吗？不爸爸，张开你的嘴，哈哈哈。Johny Johny 是爸爸，吃桃吗？不爸爸，撒谎吗？不爸爸，张开你的嘴，哈哈哈。Johny Johny 是爸爸，吃桃吗？不爸爸，撒谎吗？不爸爸，张开你的嘴，哈哈哈。Johny 是不是个淘气的小孩？嗨，我是宝贝火车，我在轨道上行驶，乘客们可以坐在里面到很远的地方旅行，我也能把货物从一个地方运载到另一个地方。让我们去见识一下其他的运输方式。看，有一辆小汽车。嘿，宝贝，我正要去野餐，待会儿见，宝贝。看，孩子们，那是一辆警车，你是做什么的？警车先生，警察们正坐在车上去抓小偷，与不公正做斗争是一项勇敢的工作。消防车，你这么急匆匆的去哪儿？有人被困在大火中，我正要去帮助消防队员解救他们。看，来了一辆救护车，我正要送病人和伤员去医院。你正在做什么？垃圾车，我正在收集垃圾。看那边，是铲车和推土车。嘿，朋友们，你们在忙什么？嘿，宝贝，我在帮助铲车移动障碍物。嘿，宝贝，我正帮着装卸。干得好，各位。看，直升机飞走了。再见，宝贝。嗨，拖车，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拖走湿式和抛锚的汽车。孩子们，我希望你们认识不同的运输方式，很有趣。
大家好，多么美妙的一天，让我们今天去农场。宝贝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看到农场有好多鸭，咿呀咿呀哦，这边嘎嘎叫，那边嘎嘎叫，这边嘎，那边嘎，到处都嘎嘎嘎。宝贝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宝贝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看到农场有好多马，咿呀咿呀哦，这边嘶嘶叫，那边嘶嘶叫，这边嘶，那边嘶，到处都嘶嘶嘶。宝贝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宝贝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看到农场有好多牛，咿呀咿呀哦，这边哞哞叫，那边哞哞叫，这边哞，那边哞，到处都哞哞哞。宝贝火车到农场，咿呀咿呀哦。